因为成台都是佳肴美食啦，但是呢我所食的就是豆腐啦、菜啦。咁啊，好，今日我哋早走咯。但走嗰段路我就好熟，好有信心嘅。一条路咧就揸翻屋企咧，突然间你觉得好有信心，开始回复翻啲信心。翻到屋企，我即刻打电话翻俾我屋企人咧，我就话：唔好意思啊，我哋今日早走。不过我好翻之后咧，我会玩耐啲。唔知点解啊，都唔知圣灵同我讲。咁年初二嗰晚咧，就成為咗我整個經歷嘅一個轉捩點咯。啊，嗰晚瞓覺嘅時候咧，我就話祈禱咯。我就為咗好多嘢去感謝啦，啊，感謝上帝啦，感謝，總之好多感謝啊，感謝耶穌啊，感謝聖父啊，感謝聖靈啊，咁樣係咁感謝咁感謝喎。我心一路，當我講咗好多感謝嘅時候咧，突然間。我覺得是很清楚的，有三條問題問了我，很清楚。第一條問題，你信不信呢你的癌細胞會枯萎離開你的身體？那我就說我信，好，但其實都很好肉的，我信。第二個問題就是你信不信你的肺水會會冇？我說我信，我信。第三條問題，你信唔信你信唔信你嗰個呢度會即係復合咧？嗰個肋骨第八節嗰度咧？我信咁喎，我全部都信啊！我唔理咁多啊，信啦，係咪先？咁我信。當我係咁樣講咗幾次，我信之後，跟住你知唔知出現一個乜嘢咧？聖靈引導我去唱一首歌喎，心裏邊唱 The Boxer 呢個就係我第一次經歷神咧。有人聽過我見證咧？就是我上台唱歌嗰陣時咧，我又咳啦，又唱錯啦，又彈錯啦，又聲沙啦，係咪？結果情況好壞，但係到最尾我話神啊，你幫我咯，咁我就彈咗出嚟攞冠軍嗰次咧，記唔記得？跟住就出現神帶領我唱翻嗰首歌咯。哇！我一路唱好開心啊！我回復翻我第一次經歷神嗰個感覺啊嘛，一路唱就哇好開心啊！唱完之後我喺度笑啊。其實咧整個過程我老婆知㗎。在我隔離的，他看著的，後來我講翻曬俾佢聽嘅，啊，我喺度笑，我喺度笑，我好開心，好開心。跟住我再諗到，我以為神唔再用我啦，或者我係時候啦嘛，係咪？但係我都當時我就感覺到就話神會繼續用我。咁我話啊，好多謝你啊，上帝，你仲用我，你仲用我呢個卑微嘅器皿咁樣，一路講咧就喺度喊喎，就係咁啦，啊。由嗰日開始，我重新得力啦，重新回復翻信心啦。由嗰陣時開始，我講一個奇蹟啦，或者我唔知點同佢講啊，唔知如果有醫生咧，可能佢會醫學上解釋得到嚇。由嗰一晚經歷咗嗰個之後咧，我兩隻腳咧，你哋有冇做過按摩噶？有冇做過？有冇試過坐嗰啲電嗰啲咧？佢突咁樣，一路震你嘅係咪？我由嗰一晚開始，我兩隻腳，凡親我一瞓喺度，佢就會突咁。其實係舒服到咧，你唔使用部機嘅，佢幫你。我初都驚嘅，我話咩嚟？係咪心理作用啊？咩咁？我祈禱。我奉主耶穌基督名啊！我話呢個係咪聖靈嘅工作？後來我好清楚喎，咁我安心啦。我仲同老婆講啦，老婆好知道。我將咩都要同我老婆講，我老婆咧我證人嚟㗎。嚇！咁後於是者，老婆習慣咗啦。有一晚瞓下咧，佢話：哎，你瞓平啲，享受一下啦。明唔明啊？我而家成隻腳都係有呢種感覺，好開心，好舒服。跟住開始。我整個人開始不同了，我心態不同了。那時候其實已經吃了標靶藥了嘛，我跟著就一直看自己，因為他說如果有反應就第八天開始出暗瘡嘛，我經常被老婆看到開始紅，一直數，數到第八天那一招就出了幾粒暗瘡，我說老婆很厲害，很開心，你有沒有試過為暗瘡開心的？我一見到我而家好咗好多，我見到成面都暗瘡，我心開心喎，竟然嚇，見到暗瘡開心。
跟住一路一路好有信心，同埋咧係啊，總言之，我諗我唔想再講太多，就係、是、一連串嘅好多嘅經歷，成日我個心感受到上帝真係同我好好 close 啊，好近。我成日活喺上帝裏邊，活喺聖靈嘅帶領裏邊，有主耶穌嘅話語咧，我真係唔驚，越嚟越有信心，越嚟越有信心，成日都喺度鍛鍊自己，鍛鍊自己，鍛鍊自己。跟住發覺咧，哇！我好靈活喎，好靈活，好靈活咁啊！唔知係咪即係打通曬啲嘢定點啊？好靈活，好靈活，好開心，同埋好感恩就係話，我好早我就求上帝啦。我上帝，我因為嗰時咳到死啊嘛，一唱就咳啊嘛，係咪？我上帝攞走我咳啦，我好想用唱歌侍奉你噶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我已經冇問題啦，我唱歌冇問題啦，我好感恩。第二。我完全不痛喎，我未照啊，不過我完全不痛喺呢度。第三，嗰日眼醫生同我敲下個肺啦，佢話你應該右邊仲有下低 一部分啦，應該都遲早都嚇、啊。所以三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我覺得解決咗，第二個問題都應該解決埋噶啦嚇，第三個問題都唔會有問題嘅，我唔相信有問題嚇、啊。所以我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我而家宣告。當住大家宣告，癌細胞不可以再在我身體裏面去傷害我噶啦。It's a matter of time， 是時間嘅問題，你完成咗你嘅任務噶啦。其實我都讚佢噶，我話癌細胞啊，癌細胞啊，其實我都要多謝你，因為你都係我身體一部分嚟噶嘛。你嘅出現咧，你嘅膨脹即係其實你就話俾我聽，你身體出現問題啦，你要調節啦，係咪？所以癌細胞、癌細胞多謝你，係我讚咗你噶啦。耶穌都讚埋你喎，咁你嘅使命都完啦。如果你再咩咧，咁你真係攞我條命噶，你都唔想啊，係咪先？我話癌細胞啊，你乖啦，你走啊，你走嚇。原來人咧每天都會有兩千至三千個癌細胞嘅，每個人都有嘅。只不過你免疫力夠，咪打低佢咯。跟住我話癌細胞啊，癌細胞啊，我多謝你啊，你係 auditor 嚟噶。你啲核數，你真係核數師。我話你以後都會成日都 check 住我噶。我話我會做到咧，你每次 check 我都合格咯，我身體會好咯，好感恩。有冇試過你生日咧求上帝俾禮物俾你啊？我以前都未試過。有一次去個聚會，我聽人講：你生日咯，你咪求上帝俾生日禮物你咯。哇！我即刻行咯，上帝啊，我要生日禮物啊！上帝啊，我要如鷹返老還童啊！我要呢樣嘢啊！我三月頭就生日噶啦，我要呢樣嘢嚇，我真係要呢樣嘢。你求咧大膽啲啊！真係呢、這個全能嘅神，你唔好咁細膽啊！佢俾好多恩典俾你，你就算求到幾大啊！佢答允你，佢俾你嘅，仲比你想所求仲多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嚇！我俾你聽，呢一個禮拜 wonderful 真係，一揸車一出去，有隻鷹喺我前面飛過，送完我老婆翻工，一轉上東區走廊，有隻鷹最近距離飛過，仲擔住個樹枝喎，喺度飛，成日都見到啲鷹，有時見到兩隻，有時見到一群。最一次見到一隻好遠嘅鷹，我一路望住佢，望到佢停咗之後咧，跟住佢向住我隻眼飛過嚟喎。總言之，我一見到鷹，我就開心噶啦。我而家我一見到鷹，我感謝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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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謝主。係啊，我覺得我得噶。我再講，我都未再去 check 噶。我而家仲食緊藥噶嚇。不過信心就係未見之事嘅實底啊嘛。我連呢句我都信啊，所以主啊，我唔係驕傲，我只不過有喺你裏邊有領受。我而家話俾大家聽，我相信神係會醫好我。It's a matter of time。我希望大家都用頭先嗰兩個經文去經歷我所經歷嘅。